手李艾琪个子娇小，却有着超好的身材比例，每次分享美照时都会吸引大批粉丝点赞。然而她刚出道时五官并不精致，除了眼睛小，鼻子也不高挺。随后她也坦言自己的确有动过刀，因此变得更有自信了。近日她被酸民讽刺整形整出塑胶味，对此她发文反击表示，艺人是否整形不是大众应该关注的事情，专注于自己的成长以及多关心身边的人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李艾琪也直言，被别人抨击就证明了自己在别人生命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，以后也会继续修美美的照片分享给大家。此外，李艾琪曾在节目中透露，与老公交往的四年期间，老公从未看过她素颜，每天都等对方睡了她才卸妆，隔天又会比对方早起床化妆，更表示化妆是礼貌，令在场众人听了都觉得好夸张哦。Bye.